議員張國鈞作為專業人士，又是行政會議成員，是否都應該有一定的專業表現呢？很明顯，在這件事上面，他們是表現得非常之不專業。民建聯現時展示的態度呢，就是用嚴苛的尺來對待別人，用寬鬆的態度對待自己人，那公道又去了哪裡呢？還有一點都是重要的，如果每個人都是用愛國愛港來做藉口，去合理化自己一些錯誤的行為，香港就真的不知道會變成一個怎樣的香港了。